嘴巴都白了，都看出来了。要不我们去女娲娘娘那里合礼？我不会同意合礼的，小白。到我死，你都是我的妻子。你看看，男有羁绊，男有羁绊。啥麦克斯呀？那最后那天去哪儿了？麦克斯呢？我今日有些可怕，是不是？是。对啊，这是啥？早就说后面就不需要了吗？你就想让我后来救你，一个人打不过。你不用给我什么，我们已经两清了。其实我们的前缘仅仅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，也不追。成名来得不合时宜，永远都是。继续。他想得厉害，此时不可收。待我女化后，这个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受刑，否则，总要给他留些东西。等到那个奇迹到，我才走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我们是在自我肯定吗？